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娟，看我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，已经吃完饭了，我要去买文具喽，这两天月考，还有前段时间的期中考，还有阳了，就好久没有去八佰伴了，今天正好去一下。来到了 KKV， 选一只蓝色太空送给我同桌，那选一只粉色的自己用。什么时候喜欢粉色的呀？我觉得很少女心啊。买一只30的吧，再买一只斑马的 T 型。结账去了。现在一直想要得到，这次这么好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想要的，是新的。好漂亮，新口味啊！妈妈说，我前段时间月考辛苦了，要犒劳我一下。再次结账，买点面包，早上当早餐。好了，这次总共消费了100块钱不到，但是呢，非常开心哦。妈妈，我要拆喽，就这个。肯定留不到明天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是咸的，还有烟蒂吗？打开看看。哇，上面真的有很多黑芝麻。行，试试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妈妈也尝尝。好吃好吃，彩彩你也要吃吗？哇，这声音好解压呀！小娟现在要一边吃一边学习了，是吧？怎么可以这样嘛？这样学得进吗？估计一会儿也就被他干掉了。